好，开始。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做 Ronnie Wong。那我自己个人的兴趣是我喜欢爬资料，然后爬下来后我也想不到怎么做，反正就先丢出来再说。然后这边是 PTT 热门记录，这是我从去年十月还是11月开始爬，然后一直爬到现在，我还持续在爬。然后我每五分钟会爬一次，把数字抓下来。所以之后我应该把它，比如报成卷成报成什么，然后丢出来。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拿来当做股市线图来分析，也可以拿来玩一玩。然后其中这边这些就是可以看报告板，其实常常有时候会有一些 peak。像我记得这两个是总统大选的，总统大选辩论，然后这个是一中各表那个邱毅陈志忠辩论，然后后面几个我可能不太记得，可能要再查一下，但是应该看到日期8月16号的话，可能可以想得出来是什么。8月16号有什么？8月16号有什么？8月16号今年？没印象。好，反正到时候再去板上找应该找到。然后有些蛮好玩的，像是那个有人。至少多少人玩 Diablo 的？ Diablo 啊，1、3、5。Diablo 上市这一天非常热门，然后接下来就，然后这应该是每次有更新的时候吧，是吧？有更新就起来一个 peak， 然后就又关掉了，对吧？对。你可以打那个 StarCraft 啦 ，StarCraft， 它大小写是什么？都小写啊 ，StarCraft， 心态吗？对。应该看到它会有周期性的，一个礼拜会跳一次。因为比赛吗？因为 TESL 每个礼拜会有那个什么，礼拜天那个吗？对。所以每一个 pick 都是有转播的时候。真的。对啊，所以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有一些版，譬如说很稳定的，像什么 Buy Together 版，那个合购版。然后这中的很多是吗？应该是时间吧，上头应该是人，上头是人气，人数嘛，人数是，反正人数的绝对值。白兔。我记得他其实好像一天24小时的时间不一样，好像上班时间特别多，然后下班时间。我觉得这个数字，我到时候可能见面，我再重新设计一下，因为我现在是可以看 scale， 把它放给一天。对，以后只要是一天的话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它就是大家上班时间都在打混。大家上班时间都在打混。可是这不能放出来啊！这会说什么？大家现在劳工都不在做事。有这个用双音 demo。那我回去的时候，我就把这资料，我整个包成一份，然后就丢给大家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想要做分析，想要得出什么结论来，都可以这样，就让大家玩一玩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